好，我们要把这个英文字好的六个字母排成一列，请问有几种排法？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我可以发现我有三个 M、两个 A 跟一个 L， 所以我有六个东西下去排，原本应该是六阶乘，但是重复的要除掉，所以我有三个重复跟两个重复，所以我除一个三阶乘跟除一个二阶乘。好，所以呢，六阶乘是六、五、四。好，那三阶乘就跟三阶乘约掉。好，剩下的二阶乘就是二一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呢，把它约分，二跟四约分完，二跟五乘起来，所以呢，等于有六十种。